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收看由强哥还有侠粉丝们为大家带来的迷你世界多元人气。我们今天的话来玩黑白跑酷。好了 ，Are you ready？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。黑白跑酷，我这边有保险箱。嗯，哎，哇，这里有作弊工具，拿一点，以防过不去，好吧？这边还有藤蔓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们快点啊！脑筋急转弯。那还是脑筋急转弯儿，那怎么转弯？你们脑筋会转弯吗？常过脑筋不太会有转弯感觉。Oh no！ 哎呦，我还是跑上去吧。这感觉你们挤在这个位置，挤一堆人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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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跳。这第一关这么简单，你们不会有人掉下去吧 ？What？ 有人掉下去就是傻蛋。嗯，你看一个傻蛋，两个傻蛋，三个傻蛋。这个鱼圣还在那里吃泡泡糖，泡泡糖好吃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！不是我。但是别人推的，我不是傻蛋，我不是傻蛋，我是被别人挤下来的，我本来已经过了的。你看别人在这个位置是吧？我一跳，你看，你们不会有人走右边那个小路吧？右边那个小路那么简单？哎，你走，你别把我挤下来了啊！这个这么简单，你们过不来，真的就是一群傻蛋啊！第三关，要是过不去，到终点爬藤蔓，这还过不去吗？我的天，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。一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，你看鱼身又掉下来了，过不去就作弊吧。What？ 这还有人过不去的？你们真的是一群傻蛋哦！嘿，嘿，嘿，你看这多简单，嗨，过了，跳下去脑筋急转弯。当生米饭不小心煮成白米饭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吃掉它呀？这我都已经想到了。回答正解开换了，这个太简单了。题目二，小黄吹风扇，为什么越吹越使用的方式错了，风扇坏了。回答错误，不可能啊，吹风扇嘛。题目三，下雨了，为什么小红被淋湿了？你猜，躲起来了。在这个题目里面居然会有你猜，作者你是啥吗？我选择你猜，好吧。回答错误了，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？ Oh, no！ 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？作者，你猜还有？题目四，什么东西最容易让一个军人倒下？床、子弹，肯定是床嘛，倒下就睡嘛。回答正确，军人也需要睡觉呀。题目五，怎么样才能做到十几个小时不眨眼睛？不可能，做梦啊。题目六，这算脑筋急转弯吗？新买的袜子为什么会有个洞？那很正常啊，袜子没动怎么穿呀、啊？是不是？口袋里有十枚金币，但是全部都掉了。口袋里还有东西吗？回答正确，还有一个洞，对，还有一个洞嘛。题目八，小兔子前面有一只鱼和一盘猪肉，它想吃哪一个？都不想吃，因为它吃萝卜。题目九，埋一下地下一千年的酒，这什么？这作者语文都不成绩，都不及格吗？ Oh, no。埋一下地下、What？ 这头一句就不通顺嘛。把一瓶酒埋在地下一千年，出来以后它变成了什么？酒精，陈年老酒，应该是酒精啊，我答错了，应该是酒精。一只猪从中国到英国，它有没有变化？没有变化啊。回答错误，终极问题，你为什么还不给作者关注呢？就不给你关注咋的？到下一题了吗？啊，这边是跑酷了，又是跑酷了，走，走嘞，嘿，完了，走，快点跑啦，小伙伴们，一二三跳，一二三跳，一二三跳，二二三跳，四二三跳，五二三跳。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作弊了，因为边上有作弊通道，对不对？还是作弊就作弊嘛，是吧？大家跳不过去，只能作弊，那也不能怪他们，毕竟是吧？你们不像强哥这么英勇牛批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很厉害，是吧？ Oh, no。无人能超越，这个是肯定的，对不对？你们除了作弊能超过我以外，没有东西可以超过我。走啊，我走啊，我走，我跳，我走，我跳。哎呦，完了！我觉得这张图好简单啊，真的太简单了。哎，蹦，我蹦，干啥呢？可爱御姐，你给我捣乱呢、啊？还把那里给封了？有意思吗？你看我啥东西都有。这图很简单，太简单了。对于强哥来说，是吧？这种跑特别厉害的人是没有办法拦住我的脚步的。你看，哎，嘿嘿嘿，完了，
好了，咱们今天的第一名诞生了，就是强哥，英语帅气，你看这个无敌帅气的强哥是不是？我还，你们要跟我争吗？要跟我争第一名？呵呵，我就第一名啊，我是第一名，不管我第一名。好了，那么到咱们今天的迷你世界黑白跑酷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大家。